第十五题，哲瑞用他的水杯装满一杯可乐，当他喝完后仍然感到口渴，于是他又以同一个水杯装满水且喝完。请问他前后所喝的可乐和水，则下列哪一个选项的物理量相同？我们是用同一个水杯都装满，所以我们可以显而易见知道他们是体积相同，装不同的物质，所以当然他们的质量跟密度呢都不会一样。那么可乐呢是有东西呢，而我们的纯水呢基本上没有所谓的浓度的问题。所以第十五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哪一个选项的物理量相同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体积。